我哋嘅甜食一请开门好吗？How are you? Fine. Hey, come on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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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你问了他的名字吗？好，咋么的？有空隙吗？的，隙吗？的，我俄罗斯没去，俄罗斯没去，你空隙吗？俄罗斯？我阿达姆说，说的吗？嗨，朋友，你的护照呢？朋友，嗨，你的护照。嗨，朋友，你的护照呢？我没有护照。他说没有，他说他没有护照。你的护照在哪儿？你的护照在哪儿？你没有护照，那你的护照哪儿去了？ Please answer me. If you come, 你连护照都没有就来了土耳其，你是怎么来伊斯坦布尔的？我来的时候有护照。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我是学生。哪个大学？我在特斯内尔上给外国学生设立的课程，我能给您证明，会去核实的。Thomas, I can show my ID card. Yes, yes, we will look. We will control your Thomas card. Okay. We arrested. 告诉你，我们抓了一个俄罗斯女人，她跟我们说起这儿。还告诉我们一个男的卖海洛因给她。他为我们描述了你的样子，对，我，就是你，没错，我们已经跟踪你两周了，所以对你的行踪非常掌握，我们知道你今晚会在这儿，但是，所以我们才采取了这次行动。别装了，那个女的就是你给她提供海洛因的。哪个女的？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不，你撒谎。听我说，你以为我们是怎么会怀疑上这儿的？偶然吗？我们干嘛不去搜查其他的公寓？他告诉你们的名字是什么？你以为我怎么知道这间公寓的？怎么知道你住在这儿？你认识我？你见过我？听着，你们知道的只不过是一个黑人住在这里而已。大概你们来这儿就是因为这个。不是，你认识玛丽安娜，那个俄罗斯女人？玛丽安娜，你认识她？不，我不认识他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要搜查。要是我们找不到毒品，那好，你还能是个自由人。但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你允许我们搜查你的公寓吗？好的，查吧。那个女的给了我们这个地址，你的地址，所以我们必须搜查，明白吗？听着，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女的。听着，要是你帮我，我也会帮你。我想见见你说的那个俄罗斯女人。那个女人已经坐牢了，坐牢，你明白吗？你们把她抓起来了？没错，我们已经抓了她。